我不了解你所说的情况。中方重视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，主张坚持以人为本、智能向善的原则，规范人工智能发展，始终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全球合作。中方愿与国际社会就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加强沟通交流，推动达成普遍参与的国际机制，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。